我说你敦煌来的，你咋那么多壁画、啊、然后跟我来一句、侮辱敦煌是不是，你就连这都听不懂，基本上你也就告别语音勾流了，兄弟，以后别跟人说话了。我建议先回去念一下这个小学语文，把学历一步一步的往上提一提，基本上到初中的时候应该你就懂了。全军出击，重新回去啊，回炉重造，重新接受一下教育。我从不休息。刚刚开玩笑啊，房管不要大开杀戒，带点盐的盖伦收一下，再收吃药平 A 收一下，再收不能再打了。如果我们前期这么跟别人拼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死啊！他们是有闪现的，我们是没闪现的，银马必须得升到二才可以接受。好了，闪现走了，可以。刚才如果再 A 一下他就死了。去查个眼儿去，省着蓝枪过来了。点盐没用，死不了。二级点盐减九十滴血。你为啥不踢他呀？因为他三级嘛。哎一下，哎一下，这波我一定要换他。能换就换，换不了也得换，必须得换。这边打蓝枪一个闪，哎，血赚。下路不去了，不好杀。卡萨丁女神之泪说的，你看蓝枪这波没闪他就杀不了皎月。也来一脚踹死，切个扣吃个药，别死别死别死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有传送，你没有。为了避免我们这炮车会没啊，我决定还是把它传出来。哎，我不传，算了，我传吧。将他碾碎在脚底。
我搜一下，平 A W 就是我们是二两声 Q 啊，他应该是死了。呀，好，盖伦已经玩不了了。交闪了，喜欢传送，欢迎下次光临。要光我先不出了。这把我们别人不干啊，只干这卡萨丁。驾，往哪冲？你要冲谁？我给我自己一个嘴巴子，使劲儿啊，这还让我使劲儿，我都牙都这样式了，都肿了还让我使劲儿。虽然我现在好了一点了吧，这饭也能吃了，嘴也能嚼了，也不太疼了。要打我的嘴是不是？蓝枪来了，快点来，我想死。来得好，为什么盖伦为什么现在这么狂了呀？还有这双 buff 怎么不是我的呀？你，哎呀，我跟这瞎子配合真是不太好配合。他这波刚才如果晚出来一点啊，我跟你们说，别过来啊，就是一波双杀，他出来的太快了。等他转啊，
大招确实是虚虚是有点高。你们不要发问号，这波我个人感觉他大招没好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大招好了，那我们就是了。当我想走的时候，其实已经不太来得及了，知道吗？已经有点来不及了。上。别的蓝枪，咱俩不杀这卡萨丁，那卡萨丁不好杀，你知道吧？哎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给我冲着他！这不可以杀吗？哦，回家出三项，上去把该轮给宰了。你小子好像挺狂啊，嗯，你小子好像有点狂啊，我这一看，你跟我俩在这狂什么东西？嗯，现在行了，长翅膀了，啊，敢跟我干了，小伙子，啊。这是敢跟我干了，我一看呢，这是长翅膀了，觉得自己是行了是吧？阿伦杀我两回，有点找不着北，你知道北在哪边不？不知道，他再也不是从前那个盖伦了，他变了。他变了，他再也不是从前那只盖伦了。嗯，他变样了，爱会消失。刚才在那一站回城呢，有个小子搁那刷，又开始浪，啊，又开始浪，给我扇自己一个嘴巴子，叫什么来着？我看看啊，叫秋风萧瑟，别离不舍，快点的，给自己一个嘴巴子。自己计算伤害不行，就别老说别的。你跑，你跑，你来个腿儿。你怎么不打了呢？这不挺狠的吗？我越打杀你就跟玩一样。呀！原来闪走了，我没想到。但是这波不应该死，应该踹完以后那塔砸下来那一瞬间，我们应该减伤30%。
然后给我回了一波血，啊，减伤35%，怎么会死了呢？不过还好我最后留了个 E， 把他给杀了。呀，这盖伦怎么回事啊，连个霸都没有。哎呦我这波，我先把这盖伦杀了，小法也得死吧，那就算了。我驾花爪客，哎，这五杀我得要了啊，拿下。这五杀紧的往脸上送，不要可是不行了啊！谁当普利子？妈呀！这都能封杀？我没想到，你打吧，我到了，没事，先吃个药啊。呀，阿伦，嗯，接杀的蓝枪，我的龙，再杀卡萨丁旁边的盖伦。跟我再跑，你就即使你是一个卡萨丁，对不起，这好疼啊！这小法师打我咋这么痛啊？这是什么虚区？哦，我得来个振奋了，战神倒了，这小法师打了我。769、419、405，我的妈呀！这小法师不对劲呢、啊。自言自立也行，反正我们肯定是得出魔抗了。我这皮孩都不要了，我换个水银孩，我连皮孩都换。先把卡萨丁给我杀了，这是怎么勾的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是怎么勾的？本来我杀这盖伦，我不想用大招，你知道吧？我把先杀了，有没有勾？给我勾一个，给我 W 呀！我操！这怎么能给机器人打不了呢？你能点过炉仙？我不信。还行，来个这个吧。看来这把并不好打。首先对面的炉仙比较肥，其次对面的小法师也比较肥。
再其次，他们家有这个翻盘点，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卡萨丁，我们需要把卡萨丁小法师杀了，然后再把卢仙杀了。有点高啊，这卢仙，这卢仙的虚区可不太正常，我杀小法可以杀，驾一脚踹死。剩一个卡萨丁。踹一波卡吧，还有818，我今天有点要发。呵，越打了黑小兵，就这为人。黑小兵来个蟹手，出不出蟹手呢？还是出九头蛇？你们来决定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 对面应该是去打大龙了，不过他们俩去了也打不过。九头蛇呀，行吧。肯定这是打龙去了，100%。不过没关系，队友先去下路团，你们下路吸引，我拆基地。这种位置都敢来啊，卢仙，我是真没想到，敢一个人没视野往这里边进。我其实就没明白一件事，到底为什么对面都死了，他妈这么多人了，不把基地拆了去跑去打野，我打你妹！气死我了！那蓝枪死完，卢仙死了，不跑过来拆基地，还他妈去打三郎？有人还跑去拆下路去了，这脑回路简直了！我一回头一看，旁边一个队友没有，我说不应该呀。我一看，一个去野区了，一个搁下路，两个人，另外两个不知道搁哪，没瞅着。我让他们去下路吸引去。我的，行不行？我的。